哇，儿子，快点来看一下，这个青瓜好大一个！看，摘了一个这么大的青瓜，比我的手都还粗，肥力太足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喵妈。看，今天拿的是大盆子，因为有很多香瓜可以摘了，很多都熟了。儿子，你来摘吧。啊？先摘这一个。对呀、啊，反正黄了的都熟了的。一个手去拿着香瓜，一个手捡。对了。还有啊，端过来。怎么这么多？还是抬不起来啊。重不重？我就这一个。这一个也要摘。好好摘呀、啊。这两个先摘。那个没够熟。这个呢？不够熟，不够熟，那两个熟，那两个够熟了。摘满了，把那个最大的摘了，最大的那个。哇，这个是最大的一个了，拿过来我看一下，拿高一点看不到。哇塞，这是有个洞，好了。哇塞，今天摘了满满一大盆的香瓜，哟！快点挑一个最熟的来吃，啊！好，看总共摘了多少个，你数一下，快点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个。摘了16个，嗯，哇塞，好，去洗一个吃，快点。我也要挑一个熟的，这个很黄，你就吃这个。哇，你这个肯定比我这个还好吃，看你这个这么熟。喵子也想吃了，嗯，小喵子也想吃了，嗯，要哥哥给一点吃，你那个香不香？很香，比我香，嗯，你那个比我这个香。但是我这个比你那个要脆一点，好多汁，嗯，好，是吧？嗯，看看，哇塞，好吃，我的汁多。要不要留种？嗯，留不留种？这里还有那么多。快点给点我小喵子吃。嗯，再给点我小喵子吃。
三十秒了。哦，放这里。最好吃的。嗯，现在的香瓜够熟了，又香又甜了，特别好吃。嗯，我都已经准备拿吃。嗯，我给一点。嗯嗯，我再给点，我想不想就吃。我吃点又要甜呐。嗯，太好吃了，我还想再吃一个，吃完拿一点去送给舅舅他们。你吃掉这个晚上都不用吃饭了，是不是啊？快点给我一半。好甜好香。对呀，你给我一半，快点，这么好吃的。你再敲一拳它就烂了，不然等一下烂这样子掉地上了。可以了，快点。太香。那个才真正的。喵喵。这个更好吃了。小喵快过来。哇塞，看这个。嗯。超好。给我。给一点给喵子，嗯，小喵子，过来，哥哥再给一点，儿子，你吃的那个汁全滴掉了，你看，全滴地上了。哇塞，这个最甜的都滴地上去了，吃这么大口。